并腿两个脚并住手往前抱，手往前趴，脚朝后合在一块儿，对吧？翻身朝左边翻身，翻朝左翻，对了，起来，好的，朝后来一点，这个一二三四，来准备，拱脚后背，从我这个角度看到后背了啊，后背有没有把住？膝盖有没有对准地？对吧？好，起来，站起来，准备后退。先把凳子搬。
妹妹，你后面的后腿不对呀。王玉茹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认真点行吗？行不行？我要再看到你这种状态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别跳了。身体往后靠一点，妹妹，手往后挪一点，身体往后靠一点。哎，对了，很好，非常棒啊！坚持住，他前面的脚是不是有点垮了？小叶可以放砖上去吧。膝盖吗？
差不多了。加油，还是可以的。肩膀，肩膀记得抓住，是肩膀对着大地，乖乖的。今天晚上给他们那个赶一赶腿啊。昨天是拉伸了，今天正好有空，今天赶腿赶一下。小易，我这个是轻一点，应该不会很疼。这个疼？这个不疼。要不先试试？要不先试试？小易看到赶腿最烦，说。问今天赶腿，到时候叫邓老师温柔点。小易，你看怎么样？温柔点，应该不管。这样子，你赶，我来给他按摩。你赶完腿，我立马给你按摩，好吗？小易，你看咋样？妹妹，妹妹这边也要给他赶一下。妹妹这块，他这块太那个了，必须给他赶一下。妹妹没有啊，妹妹她就是，她其实妹妹不是没有脖子，她是这块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块你要给她狠狠的给她改一下。哎，十五十，妹妹要不绷，你就直接给她拍上去，她才能记住。妹妹后面脚绷，也要绷两，对了，很好。
没有。你们能不能稍微快一点，别那么磨叽，你这在浪费时间，知道吗？上吧，来，屁股这边嘴在外面，听美音。怎么样？啊？
来，再用腿在外面。我养的呢，我养的。